问，打第五什么时候心跳最快？答，当然是电击降压好，你只有半血，而监管又恰恰是个双刀的时候。我操逼！电击还没压好，只能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互相拉扯。总有人说最近的飞轮不好用，问我怎么看。我说话可能有些不好听，那当然是。哎，西巴。众所周知，星云拥有两个道具栏，所以合理的运用道具是门学问。好好看，我要开始装逼了。哎，来了。我他妈。世界如此美妙。我却如此暴躁，这样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我们打第五啊，要保持一种平稳的心态，找个地方打开音响，闭上眼，一局就这么过去了。有些对局的胜负，早就在冥冥之中定下了结果。我来助你。哎，我 later， 我被跑人怀里去了吗？不是，你大爷的！啊啊！打游戏什么最重要？当然是快乐，快乐是最重要的。你看我监管多快乐呀！好看，天好看，地好看，还有一起快乐的小伙伴。大风车转转悠悠，快乐的伙伴手牵着手，牵着你的手，牵着我的手。哈，你真牵呀！一点点的细节堆积，早晚会创造奇迹。是刘海儿，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请三连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拜拜。